个河马，学习难度也大，要用心领悟才可以入门，但比较容易。第三，两面眼，一眼看你是个两面，两面就是眼的疏通经络，排异真气，保健相身，正面必胜，顺治哮喘治伤。那方谈什么养生呢？啊，第二个重点，要懂得在气功科学的研究上，要懂得物质中永远前进。今天我在大家面前把推手横挤捋二踩裂肘靠基本八法八种劲，昨天我讲话没有讲完，上下要相随，内外要相合，上指的是手臂，下胯膝足是脚，这叫上下相随，手到脚不到，或脚到手不到，都叫下不到。内外相合，内里面的气，外边是劲，那个劲是跟里边必须要协调。松肩气到肘，肘沉气到手，手心空气到指，干起干落。今天在这里我把这几个动作呈现一下。好了，刚才王老师先生已经介绍过，今天主要把太极当中的四个正手横臂挤按和四个玉手踩点肘靠的劲力和方法给大家演示一下。王老师请。这叫单打手，这是单打手。双打手，现在演练的是双打手。双打手，大家看侧面就是阴阳鱼，从侧面看两个人的动作组合是一个阴阳鱼的图形，近似于一个阴阳鱼的图形，由夹击到他的臂，我这手接上，由我这夹击他这边接上，是个圆圈，里边的阴鱼阳鱼是这个 S 里边的。好，请大家看，由肩胛骨到两个人的两臂相接，形成一个圆弧形，圆弧形的中间是一个运动式的阴阳弧形，这个近似一个阴阳鱼，这边是一个阴阳鱼弧形。所以刚才王老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从两个人这一搭手就是太极式的一种表示。请问这里面的变化和脚要配合，脚实腿体重在左腿是黑鱼，右脚虚是阳鱼，就是白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支撑腿，你那哪个腿在后面就是你的支撑腿的力量是黑鱼，前面的腿为白鱼，以这样来区分它的阴阳。对，我现在用一个旁劲，我这手搭，他这手粘我，不等他粘上。昨天讲的子丑一合出旁劲，他刚一粘，我就一想命门，他就起来了，回头放，由子到胯去。刚才王老先生给大家演的一个横劲的利用，对方的力量王老先生用横劲，横劲化掉以后马上是一个发力，
发力是由脊背发力，所以刚才看见的效果就是这样。再做一遍，请王老师再演一遍。要数学大，谁？这是太极拳当中的腾的动作，也就是四正手的第一手腾。这叫全凭心意用功夫，不是力。用力不是太极。大家要注意，练拳的时候，你自己要一使劲，自己检查，自己检查，这是不是太极劲？无需不带球。大家清楚，你看他这手来了，这手粘，等这手走，你看，让它空。我这手就不能再动。拳谱中说得好，左重则左虚，右重则右秒，步随身换，身随步走。我这样要使劲，那叫双重。双重之变为物耳，每见数年成功，不能云化者，率皆自为人质。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练很多年太极拳了，不要跟人比手，一比手就挨打。什么原因？双重之病为物耳。一赢，这是对抗。他这时候有力，就走这个，粘这个，这会惯。大家看得清楚吧？刚才王老先生给大家讲了很多拳理，所以希望大家在看的时候通过动作的演示，因为这次来自等世界各国很多朋友，不让大家白来。就让大家得一些个东西，我们还有时候怎么能活到100岁？全凭心意用功夫。我昨天讲了，活到100岁就是得锻炼啊！你看，写的那是一本书上我写的：“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你给翻一下，就这句话。老师，你示范他们就理解了，就翻译了。不是，这句话是里边的那个东西。很难翻，很难翻。对。三寸气就是一分精、一分气、一分神，这叫三分。千般用，一旦无常，经济全失掉，万事休。就挺了，挺就回去。明白这意思就是啊，你看这个时候走来都是空，实际这个动作就是我体重到这腿，我这就变为虚。回这个虚，对方一实，我的体重一在这儿，这也是实。回在打他的时候呢，我拿这个左重则左虚，就是左手为主，右脚也为主，我把这个左手右脚都到这儿，这练出去正练。这完成以后，体重到这个右腿的时候，右中虚，这时候打这儿去。这练习就这种情形啊，随便打。这是打他的神，是吧？就这个。这是迷糊，这练气功知道吧？玄关，玄关窍，破他的小脑，小脑是管重心的，大脑指挥全身行动，他的脑一响要进来，他蹦到这儿来，你看空。这没看清楚啊，
往那么摔。这个脊啊，就注意这个食指商阳穴，手阳明大肠经，大肠腧，十五椎、十六椎、十七椎，就是腰椎的第五椎，腰椎第二椎叫十四椎，叫命门，两侧是大肠腧。就全凭这一点，你看这手来，我这一想到大肠腧，你看就想这儿思想。大家看这个，这个想的是我往回是拿，这就是发。就这样完了以后挤的时候，你看这就是身体的穴道啊。大家这个空，空空色色，色色空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而不空谓之玄，玄者妙，妙者玄，玄妙之功不可言，不可言，不可言，不可言。这个玄妙点在于此，这手来了，你看，由这儿顶着，这儿一进就拿，正，刚才讲一个膨一个挤，啊，这个铝呢是无火，能化万物。你不信你就往火里一扔，你贵重的东西你敢扔吗？这手来了以后啊，往身上面都抱上，你看我想哪儿就想这儿，嗯，你看这个动作了吗？什么都不想，这是铝，还有暗，对方挤，你往身上推，你看，我就把这个痰中躲，躲到大指，往那一看，又还是想。按的时候是这样，不是这样按，这样按不行，这叫双重。大家知道吗？这个按，你看，不要用一点力。你看这个挤啊，挤来之后，这边起没挪动，就起这样。你看，我往下看，你看，这回还没出去，这还是。怎么老是往这头去？今天刚讲的膨、挤、捋、按，啊，其他的就不再做了。做的时候呢，还有时候一肘，有时候出问题啊，这种肘法厉害。那是1953年我在工业学院，啊，现在是工业。工什么大学吧？理工大学啊，理工大学啊，理工大学了。那会儿那蒋石华打报新闻啊，他告诉我这泰拳，我那会儿教体弱组，
每天是18个人同时来，我摔他们跟放摔电线杆子似的。你看这个，他就这么一站，往这儿一弓，你看他这脚到了，这脚到我就一顺，这往他后头迈，这是点的一个起来，还是一个一个，明白？打脚底下蹭蹭，全是这个动作。今天我就介绍这么一点，介绍5个啊，减少3个。等下次，希望大家再来。谢谢大家。今天上午的表演呢？